这是一项持续75年仍在继续的伟大工程。它是中国人应对荒漠化这一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为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持久不懈的努力。2012年以来，中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206.7万公顷，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20年的时间，中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完成营造林超过902.9万公顷，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面积。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以来，已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治理沙化土地5亿亩。中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防沙治沙，绿化国土，不畏艰辛，久久为功。这幅绘制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国沙漠分布及类型图，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一次重大科考活动。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北、东北西部、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沙荒遍布，流沙持续侵蚀耕地、铁道和公路，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开启全国性的治沙工作。1959年，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正式成立，针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和戈壁进行综合科考。当时的科研队伍十分庞大，包括多学科的优秀专家和技术人员1100余位，被誉为中国沙漠之父、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创始人和奠基人的朱振达就是其中之一。当时28岁的朱振达，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队队长，带领队员们走进了那片死亡之海。从此，这个出生在江南水乡的男人，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北方的荒漠。这是我们在沙漠里头宿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可以看到茫茫全是一棵树也没有的游动沙漠，大海一样的是沙丘的起伏的状况。这是我，陈广廷，中国科学院沙漠学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朱振达先生共事多年。朱先生作为我的这个同事，实际上也是我的老师，业务上是能力很强的。当年朱先生是塔克拉玛干考察队的队长，他们那时候一点交通工具没有，全是靠着两条腿怎么进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在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有进去出不来的意思。测量的时候穿着鞋吧，鞋里头很快就灌满沙子了，他们就把鞋子提在身上，就光着脚丫子在上跑，但是沙子又晒得热得很，表面温度会达到70多度，哎呀，那是很艰苦的。朱振达和队员们选择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风沙最严重的坡山地形作为半定位的观测站。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异常困难的交通条件下，进行了连续3年的观测试验。考察结果最终形成了权威专著《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地貌研究》。
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十个省区，获得了沙漠地区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宝贵资料。首先摸清了中国沙漠的分布情况，而且它出现风沙的原因，每一个沙漠的沙子的来源，沙漠的这个生态环境状况，沙漠的力度，沙漠这些基础数据都那次采集了，给我们中国的沙漠科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奠基。这次科考活动为后来的沙漠及沙漠化研究与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式揭开了中国荒漠化治理专业化科学化的序幕。而中国第一条穿越沙漠的铁路包兰铁路能安全运行至今，也是这次科考成果的体现。包兰铁路东起内蒙古包头，西至甘肃兰州，横贯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是连接包头和兰州两大工业城市的运输动脉。在铁路两侧，长长的绿色守护林带随着沙丘连绵起伏，这条曾经被外国专家预言存活不了30年就会被风沙淹没的包兰铁路，至今已经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平安运行了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国家急需一条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铁路交通线，把西北地区的煤炭、矿产等资源快速运往华北工业区。于是20世纪50年代，包兰铁路开始设计修建。最初铁路的路线设计方案有两个，其中一个要两过黄河，还要途经地震带，最终设计单位选择了另一个穿越腾格里沙漠的方案。腾格里沙漠，中国第四大沙漠，一直以沙丘流动性强而著称。在沙漠里铺轨难，保护铁路不受风沙侵扰更难。1958年铁路修通后，治沙护轨就成为当地铁路部门和科研人员要攻克的首要难题。首先要固沙，沙子不能一直流动。当年在苏联专家介绍下，引用了这个苏联的草方格的技术。这个草方格实际上就是一种沙障，这个也可以用草，也可以用其他的。所谓草方格，就是利用废弃的麦草一束束成方格状扎入沙地，以此来防风固沙。虽然它起初是引入的技术，但要达到最佳固沙效果涉及诸多因素，比如麦草铺设的高度、方格的疏密程度、其中是否种植植物、选择什么植物以及如何种植，这些都需要治沙人因地制宜，一步一步地慢慢摸索。当年朱振达等科研人员在沙漠考察中，通过无数次试验所获得的宝贵数据，比如90%的沙粒是在距离地表0到5厘米的高程内随风移动等等，也为合理铺设草方格提供了科学依据。最后就发现1×1米的草方格最为有效，所以他就首先用的草方格。当然铁路还有要求有防火的呀，有这个隔离的呀，所以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5代一体的铁路防沙治沙体系。20世纪80年代起，包兰铁路两侧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风沙育草带，以一带护一带、五带护铁路的方式，共同构成了5代一体的治沙防护体系。就这样，防沙护轨的方法一直在更新。67年过去，包兰铁路安然无恙。
这就是中国治沙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我们第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铁路治沙，有50年代就开始做这个铁路防沙、治沙、固沙这一个工作，从此掀开了中国治沙的新篇章。1988年，创造性改良并发展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五代一体治沙防护体系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铁路治沙也开启了中国科技治沙的历程。如今，草方格已衍生出各种新式沙壤，以适应不同的沙地环境，并被叫做中国魔方，远播海外，成为国际治理荒漠化的有效手段之一。除此之外，光伏治沙、生物固沙等各种新型治沙方法层出不穷。中国治沙人用智慧一路破解难题，一路探索创新。1978年，为了从根本上遏制风沙危害，中国政府决定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大型人工林业生态工程，这就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由此开始，中国迈开了大规模生态建设的步伐。三北防护林工程涉及中国北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期限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分8期工程进行，如今已进入6期工程建设阶段，完成营造林面积4.8亿亩。河北塞罕坝林场就是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典型代表和成功示范。它曾先后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和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是一块高原台地。塞罕是蒙古语，意为美丽，坝是汉语，意为高岭，塞罕坝就是美丽的高岭。历史上的塞罕坝水草丰沛，植被茂密，在辽金时期有千里松林之称。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塞罕坝的森林逐渐被破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里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呈现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景象。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源浑善达克沙地，没有了塞罕坝森林的阻隔，风沙直逼北京城。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国家大型林场，恢复植被，阻断沙源。工程师任仲元是一名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毕业生。25岁那年，他突然接到了去塞罕坝建设林场的调令。我当时林场造拖拉机、造坦克车，跑到林场来了，我根本就不懂林业呀。一个小机器这样专业的学生上林场干什么嘞？任仲元一路心里泛着嘀咕，赶到了塞罕坝。虽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非常吃惊。我都没想到有那么荒凉的地方，夏天去的在沙子地上打滑，不走了；冬天的拖拉机在雪地上打滑。你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连路板刮个乱转，那拖拉机都不动。那是没人来的地方，无人区。塞罕坝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积雪期，但林场缺少房子，他们只能住在窝棚里，每天的口粮就是窝头咸菜。不过，
比艰苦的条件更让人难受的是，1962年、1963年连续两年造林的失败。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任重源明白了自己对于塞罕坝的价值。1964年春，塞罕坝机械林场迎来了决定生死存亡的马蹄坑大会战。任重源在栽种树苗的过程中发现了进口植树机存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问题了，你看平地上都挺好的，在塞罕坝的地上就起初就不行，因为它那机器设计原来那是整体式的，它的行走轮、植苗轮、针压轮、牵引点这四个点呢，它互相干涉。当时从苏联进口的植树机主要用于平地播种，塞罕坝地势起伏，导致种下的树苗东倒西歪，严重影响成活率和种植效率。发现进口植树机水土不服，任重源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机械改造的任务中。夜里挑灯查阅资料，设计图纸，白天就带领工人动手改造，反复试验，终于研发出了适合塞罕坝地形的植树机。这个64年到65年的冬天我都没回家，我提心吊胆的，终于在65年的春季造林之前，我把这十几台计算机弄好了，检查报告说的达到97%、98%，也就是它的造林成活率最多是一天可以造林2000亩，500亩林子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塞罕坝大规模机械造林从此拉开帷幕，最多是一年造林8万亩。任重源也仿佛一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守护塞罕坝，这一守就是整整36年。真正的一张白纸，经过我们这些人的手的努力，一小一小的挖的一个人的树，变成那么美丽的一个画卷了。所以我感到不但不后悔呀、我们这生活的挺值。60多年来，塞罕坝建设者的绿色接力已经传递了3代。第一代塞罕坝人用青春在荒原之上种出了一片片树林。第二代把父辈们留下的树林养护成了一片林海。如今第三代已经把塞罕坝建成了由森林经营、科研、防火、防虫害、野生动物保护等多个部门组成的现代化林场。正是一代代人的努力，让一座座林场山河巨变、绿荫遍野，构筑起了当代中国的生态长城。三北工程从1978年开始，我们到现在已经到第6期了，森林覆盖率从5.05%提升到了13.84%，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然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整个陕北地区有黄变绿了，然后人民有穷变富了，黄河水变清了。陕北防护林工程筑起了一道关乎全局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也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生态建设项目之一。1981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全国人大5届4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以国家法律形式将群众性植树活动确定下来。通过植树，通过身体力行，让大家体验和潜移默化的有一些生态的和环保的意识，要把这种理念融化到血液里。没有这个全民义务植树的这个活动，等于说我们中国的防范治沙这个生态工程建设，我觉得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实施的。全民植树造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特殊技艺。
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绿化祖国的事业中。风沙线在后退，牧场退化形成的沙地在消失，那些原本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地方也从黄色变成了绿色。时光吟、王有德、牛玉琴、石树柱、殷玉珍、苏和、巴布沙六老汉，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无数平凡的个人投身到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征途中，成为阻击荒漠化的榜样。1994年，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1996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开始正式参与全球荒漠生态治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颁布实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防沙治沙专门立法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人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认识越发明确。荒漠化防治是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防沙治沙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中国治沙理念从与沙相斗转变为与沙相处。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地居民与沙漠奏响了一曲曲人沙共舞的和谐乐章。水质测一测看看，0.1到0.5之间。哇，湿得很饱。也修了，你看。这是正在培育的南美白对虾苗和加州鲈鱼苗。这种在南方海水养殖的虾苗和鱼苗并不稀奇，稀奇的是福建人曾传东把他的养殖基地建在了中国北方的库布齐沙漠里。我当时就发现这边是有大量闲置的这个盐碱地，内陆养殖的，它这个自然灾害少，比如说不会有暴雨季节啊，不会有这个台风季节啊，就可以降低自然灾害的这个风险了。在沙漠养殖鱼虾，需要先把它们养在这些大桶里，逐步降低盐度，直到虾苗和鱼苗适应当地水体的状态，再放养到池塘里。这就是我们还没进水的池塘，白满满的一片，就是晒出来的这个盐碱。净化水以后，刚好适合我们这个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产养殖不仅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作为塘基的盐碱地，其中的盐分、碱分会逐渐渗出，溶于水中。盐碱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土质将得到改良。在这一片黄河几字湾区域，还能看到很多人沙共处、和谐发展的途径。从飞机上俯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一片金黄的沙漠中，一个个巨大的绿色圆盘点缀其间。这是建在乌兰布和沙漠、占地20多万亩的牧草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牧草连绵不断，一台台半径达到360米长的喷灌设备正缓缓地转着圆圈。10多万头优质奶牛悠闲地生活在这里，昔日的乌兰布和沙漠俨然成为他们的欢乐家园。黄沙不再肆意起舞，变成奶牛活动区域的最佳垫料，更换下来的沙子堆肥后又能用于牧草的种植，从而形成了一条沙漠有机循环产业链。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期，人们在凌汛期将凌水成功引入库布齐沙漠腹地，不但渐渐在沙漠里培育出了绿洲，当地牧民还养起了螃蟹。在沙漠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人们也没有忘记留住沙漠原始的美。在库布齐国家沙漠公园里，七座美丽的湖泊，雄浑的沙漠景观，还有一簇簇顽强的绿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沙漠公园以沙漠景观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为目的，合理利用沙漠资源，不仅是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也成为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截至目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批复国家沙漠公园、石漠公园128个，涉及河北、内蒙古、湖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6个省区，面积共计44.66万公顷。优先保护、积极治理、适度利用，都是强调了这个人沙和谐、人沙共生，哎，这一个理念。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鄂尔多斯成功召开，大会发布了鄂尔多斯宣言和全球防治荒漠化青年倡议，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机制，积微成著，惠及四方。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为防治荒漠化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三北工程实施45年来，实际上已经做成了一个中国的样板，已经做成了一个世界的案例，给世界树立了一个生态工程和建设的典范。然后通过三北工程，我们里边核心的防沙治沙、防治荒漠化的技术方法和模式，我们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传向世界各地。在中国，治沙是一个举国上下全民参与的伟大事业。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防沙治沙之路。2023年，为了继续巩固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国政府启动了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新时代三北工程的三大标志性战役。中国人将继续努力创造荒漠化治理的新奇迹，绘制美丽中国幸福生活的新画卷。